记得一两个了。小妞，爸爸。哎，小妞，我以为你们不过这儿了。部队在急行军，我不能多停留。听说你们这次要走得很远。谁说的？知道你们要保密。王杰，还听说你们这回一走，要三年五年才能回来。是真的吗？玉梅，你哭了？没有，你把话说明白了，我心里有个底儿，也好把家安排一下。我真的不知道，玉梅，小妞以后就要靠你一个人照管了。玉梅，你别难受。你千万要记住，一个党员不管遇到多大的困难，也要坚持革命斗争。嗯，来，你留家用吧。这是哪儿来的？是你给我的呀。我参军那一年不是你亲自给我的吗？你这人真是好几年了你还放着。
来，不，你留家用吧，你留着路上用吧，你用，你看，你留着用吧，我不用。小同志，新国山歌是你唱的吗？是，首长。你是新国人？不，我是瑞金的。啊、哦、怎么了？我也是瑞金的。那我们是老乡。您是哪个乡的？二区桃花乡。哎呀，我也是那儿的。首长，你认识王杰不？啊，是你什么人？是我爸爸。你爸爸？他还在吗？在，在。他在哪儿？你是小妞吧？爸爸，小妞，爸爸，小妞，爸爸，爸爸，坐下，坐下。小妞，妈妈呢？妈妈，妈妈，去去去去！小妞别哭，快点，小妞，快点，快点，小妞，小妞，小妞，一点也不错，你就是桃花乡的支部书记。哼，我不大佩服你的眼力。别客气了，为什么不早点把你两撇胡子刮了呢？支部书记同志，你能不能帮我考虑一下，你这个支部的人都到齐了没有？我只要你一句话，
长官，看起来你对我这两撇胡子看不顺眼呢。那倒未必。哎，我倒有件事情想请教你一下。你说吧。你这个大脑壳上怎么长了一对老鼠眼睛？可真不大体面呐。押上走。走。是这八个吗？哎，起来，快点快点。是喝醉了，刚才我硬灌了他两杯。桂英啊，桂英，真喝醉了。邱兵，有，这位太太弄杯凉茶来，让他休息一下。哎，咱们到楼上谈谈去。你太太到底怎么了？孙主任，没什么，他哥哥跟红军走了，不敢跟您说。啊，没关系嘛，女人总是重感情，慢慢会过去。哎，是是。
细地考虑一下，那个姓魏的县委书记到底藏哪儿去了？说吧，现在还不晚。孙主任，请您调查，如果我要隐瞒一个字，您就枪毙我。啊，不要多心嘛，日子长了，你就知道我孙某的为人了。嗯，是是，来。你说那个姓魏的在东山哪一带活动？啊，不要见外嘛。哎，就这一带。共产党领导真正确，部落群众拥护真正多，红军大仗真不错，万岁万岁。哎，小周，哎，你回来了，魏政委在哪？那不在那儿吗？小陈回来了，山底下情况怎么样？敌人实行大镇压，到处挂着同志们的尸体。昨天晚上，桃花乡的八个党员全部被杀，党组织也全给搞垮了。小陈，你找到各区的区委了吗？没有。这样吧，今天晚上你再下山去一趟。好，我到五羊镇杂货铺里找二区区委书记老马同志联系一下。嗯。我走了。孙主任，我在东山上打过游击，那种滋味啊我尝过，要让他们三个月吃不上粮食和咸盐呢，不缴就自灭了。报告。孙主任，二区的联保主任报告，有一个女共产党员的尸首失踪了，必须把尸首追回来。是是。别的地方去了，要在你家住下，不怕连累你吧？妈，让姨住下吧。睡觉吧。玉梅呀，可不是二姐胆小啊。你姐夫跟上红军走了，家里头呢只有这么一根苗，我就住一夜，明天一早就走。明天一早？嗯。你要到哪儿去啊？我要到五羊镇找个人。你疯了？听说五羊镇住了白军的一个什么司令部，你就送死啊？哎，就在二姐家住下吧。可你哪儿也不准去啊。
生。啊，等妈妈回来，你告诉他三姨到五羊镇去了。妈妈，别打！小妞，听话啊！不。涂生，你来。小妞，来，去跟哥哥玩去。什么时候回娘家来的？秀英，秀英，没想到是你呀、啊！是啊，他们没打死我。你怎么找到这儿来的？支书叫我来的。支书？他在哪儿？他牺牲了。我们桃花乡的党员，临死的时候都很勇敢。是啊，太可惜了。咱们到屋里谈吧。玉梅啊，情况很严重啊。老马同志，支部书记临死的时候让我向党报告，有叛徒。我们党内真会出叛徒吗？
怎么不会呢？怪不得我们二区破坏的这么厉害。坐吧。玉梅啊，你是一个人跑出来的？嗯。在路上碰见过别的党员同志吗？我碰到过秀英。秀英？嗯。她是哪个区的？她是一区的。哎，真像做了一场噩梦。从红军撤走到现在才几天呢，什么都变了。明明是自己同志，见了面都不敢认了。是啊，那个叫秀英的，她现在住在哪儿呢？她住在……来干什么？回去吧。桂英，桂英，你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？桂英，你不认识我了？我认得。怎么了，玉梅？他没打死你啊？嗯。哎，你到这儿来干什么呀？我来桂英，桂英，你快回去吧，不然你又该犯疯病了。走吧，走，走吧，走。玉梅，来人，你快走啊！玉梅，他犯病了，我也犯病了。玉梅呀，你不要听他胡说，他疯了。怎么回事？你敢再胡说！滚开！不要怕他，你说吧。我说，我们两个人都被捕了，他向敌人交出了全区的党员名单，我自己。马家辉，这是真的吗？玉梅啊，现在你心里还想着党？不值一提党！你真不要脸！你还给我上党课呢，是你自己说的，叛徒是革命最可恨的敌人，你忘记了，我还没忘记呢。说吧，你打算把我怎么样？好吧，既然摊开了，那我就明白告诉你吧，你走不了了。玉梅，你只要答应我一件事，我就放你走。你要干什么？写一张字据。字据？嗯。你让我叛变革命？Thank you.
连上关系，你就完全暴露了。是啊，我太大意了，我真该死。您罚我吧。嗯，那有什么用？哎，孙主任，我看上东山的各路要道要加紧盘查，不能漏掉一个人上去。嗯，要赶快找到这个女人。哎，她住在哪儿？你怎么了？我没什么。保密吧，可我再也不准你往外跑了。二姐，还没吃饭吧？东山离这儿多远？你又要干什么了？我想连夜赶到东山去。你疯了，二姐！要不你领我到秀英那儿去一趟，我有要紧的事。好，你先等一等啊。也许他有困难。小岑，小岑，小岑，啊，什么事儿？今天你再下山去一趟，跟马家回同志联系一下，告诉他把粮食和鲜盐送到东王庄。西三号的地形对我们不利。好，就走。雨住了再走。二叔公家打听打听，红军到了哪儿了？你爸爸什么时候能回来啊？嗯。三姨心里闷得慌，你来陪我坐一会儿啊。好。涂生，嗯，
军来了以后，你们村儿童团还活动不？还活动什么？谁都不管谁了。哎，你那红领巾呢？我把它藏这儿了。啊？爸爸有的时候跟我说了，不管怎么样，不能把红领巾丢了。那爸爸没告诉你，儿童团该听谁的话呀？听党的话。你知道三姨是个什么人？我知道。那你听不听三姨的话？我听。真的听？真的。好吧，那你给三姨把锁打开。涂生，你知道秀英姑姑住哪儿吗？知道。那你陪三姨到秀英姑姑那儿走一趟。快点啊，快点。秀英，你见到魏政委问一声，党员的尸体还都在外边挂着，这暴尸露体的，做鬼也不敢呢。你说我们想把尸体都埋掉。我知道爷爷。哎，秀英啊，你不说李玉梅住的她是姐姐吗？去找找她路上好友伴。我不，桃花乡的党员都牺牲了，她要是有骨头还能活着。你来干什么？秀英，你让我进屋去，我有话跟你说。就这儿说吧。秀英，我有件要紧的事要去报告魏政委，马上要上东山去，想给你搭个伴儿。我不上东山。快走，妈妈来了。没睡呀、啊，你给我准备点干粮，我天一亮就要走。别胡闹了，快睡吧。二姐，二姐，二姐，天一亮我非走不可。走不走了？不走了。吃饭吧。二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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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个党员，离开了党籍像一个人丢了魂似的，一天也不自在。我有要紧的事去报告党，一会儿也不能耽搁。二姐，二姐，我这就把小妞带走，省得连累你。妈妈，妈妈，妈妈别走。小妞听话，妈妈一会儿就回来啊。不，小妞来。玉梅，
你就不能避过这阵风头吗？不能，你就让我走吧。这个日子，听说红军走到一座大山里，全都让敌人给消灭了。我不相信。可这几天我的眼皮儿老是蹦蹦跳。那是你白天想的太多了。带上这个吧。红军到底什么时候能回来呢？小妞她爸爸告诉你了吗？姐夫告诉你了吗？哼，他呀，你还不知道啊，我们夫妻两个在一起就不能说上一句爱情话。他走的那天晚上，我就问一句，他绷着个脸说：“那你就别问，我知道了也不能告诉你。”他呀，什么都对你保密。看你说的，二姐。我要是万一回不来，小牛就托给你了。别胡说。玉梅呀，你见到魏政委千万打听一下红军到底什么时候能回来啊。怎么去？回娘家看娘家妈，她病了。呵，都是回娘家。见鬼了！
谁？是谁？你老是缠着我干什么？秀英，秀英，别动！你手上有血，我害怕。什么？你以为红军回不来了？你想的倒好，等你丈夫回来了，我看你有什么脸去见他？你还不如在这块石头上碰死呢。秀英，你别骂我，我没叛变革命，我不是叛徒。你不是叛徒，谁是叛徒？为什么桃花乡的党员都牺牲了，就你一个还活着？你说，你说呀。去问书记马家辉，你怎么知道的？秀英，秀英，你放心，我的手是干净的。来，坐下，我告诉你。那怎么办呢？魏政委的意见，一定把地点改一下。西山坳的地形对我们实在不利。行不行啊？不止啊，好吧，就决定在东王庄。可是你们的队伍得一定按时到达啊！小程啊，你回去告诉魏政委，人少了可运不完呐，恐怕咱们的队伍得全开了才行啊。好吧。老马，桃花乡那个李玉梅到底死了没有？怎么？李玉梅，好冷啊！玉梅，明天怎么办呢？要是找不到游击队，我们回去吧。天亮了。游击队，我们说什么也不回去，你说呢？话都叫你说了。慧珍，你怎么在这儿？你怎么出来了？秀英，我家里没人了。你公公呢？死了。死了？我们乡里的群众把党员的尸体埋了，白军来追查，要把全乡的房子烧光。我公公就一个人出头承担了。那你现在要到哪儿去呢？我，
回娘家去。你到哪儿去？我也是回娘家。他呢？也是。小陈回来了，回来了，小陈，你好，我以为你回不来了呢。能去不能回，那还算是个交通。来来，走走走走，怎么样？哎，小陈回来了，拿着吧。要再搞不到咸盐吃，同志们的身体就全垮了。你去一趟吧，好，带一个班去。一个班？现在就出发，路上要小心一些。是。魏政委。你说我真的见着鬼了？怎么？我在路上好像碰到李玉梅了。他不是牺牲了吗？真像是他。你怎么不问一问呢？他那么一晃就过去了。再说我当时有任务吗？嗯，也有可能啊。你知道他有个二姐吗？知道。游击队的破草鞋，追！
玉梅，嗯，要是有菩萨，我真想给他磕三个响头。干什么？求他把叛徒的事儿给魏政委报告一声。哎，要是有菩萨，给我们送点红薯干来多好。要实在找不到游击队伍，我们就先回村子再说吧。回去，嗯。我真不愿意回去，家里空荡荡的，一进去我就害怕。可我们回去又能干什么呢？是啊，我们女的到底是办法少，要是有个男同志和咱们在一起有多好啊。玉梅啊，别难受，你千万要记住，一个党员不管遇到多大的困难也要坚持革命斗争。我们三个党员自己来编个党的小组吧。那有什么用？你是没有党的领导，我们也该坚持斗争。行，那谁当小组长呢？按党龄说吧。我是红军撤走的那天晚上才转正的，还不满两个月的新党员。我是去年12月入党的。我是前年2月15号入党的。那就是你了。我哎呀，不行不行，我从来没领导过人呢。行，玉梅，就是你吧，谁叫你党龄长。是啊，那你要不当谁当啊？对呀，你就当了吧，玉梅，当了吧。谁叫你党龄长啊？你要不当谁当？快当吧，当吧啊。好，那你们可帮助我。嗯，哎，小组成立了又该干什么呢？是啊，该干什么呢？你们谁带着党证干什么？党证背后不是印着我们党的10大政纲吗？照他说的去干，不就有了个标准了？对了，哎呀，我把它藏在爷爷家里了，我带来了。哎呀，我把它缝在衣服上了，我背给你们听吧。快点背，看哪一条是我们回到村里能干的。嗯，第一条，推翻帝国主义的同志。那第二条呢？第二条，没收帝国主义的资本、企业和银行。第三条，统一全中国。还有，承认民族自决权。对。第四条什么来着？是什么？今天4期了，来。玉梅，爸爸，快走！你们找到了吗？找到什么？党呢？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我们有要紧事要请示党。能告诉我吗？你能做主吗？这样吧，我带你找玉梅去。好，我明白了。秀英，李爷爷，29年的赤卫队队长。我知道，爷爷，坐下吧。有一件事情要请示党。我们也没找到党，
嗨，你不用瞒着了，我知道你是个党员。既然住在这儿，村里的事情你能说不管？爷爷，什么事情？嗨，玉梅同志，我们实在忍受不了了。你算算，4728天，党员的尸体还都在外边挂着，这不忍心呢。党员是为了我们才叫敌人绞死的，玉梅同志，全村的群众认可让白军把房子全都烧光，也得把党员的尸体埋掉。全村的人个个都同意吗？全村25户，只有2户不同意。这2户，你问问林二姐吧。这要大家都同意，我能说个什么呢？玉梅，你点头吧。我？怎么？你不管？不，爷爷，我们管。那让我们商量商量好吧。这就对了。玉梅，你们找到党了吗？没有。不，我们有党了。怎么？怎么办吧？天都亮了。我们举手表决吧。怎么办呢？只有一票。你自己呢？秀英，我们再讨论讨论。还讨论什么？事情不是明摆着，党不能落在群众后头。哎呀，慧珍，你说话呀！这样做合适吗？这怎么不合适？党应该领导群众干。我是说，你别说了，哎、你们别争了。我们再举手表决吧。8.2村的群众提出要求，要把党员的尸体埋葬了，同意的举手。慧珍，你这合适吗？合适。孙主任，啊，你来了。你看，又是个村把尸首都收了。是要继续镇压，对这个地区的人不能有半点仁慈，烧光再说。孙主任，我看暂时先不要动手。坐。如果要是水底下有鱼，水面上就一定
会冒出水泡来。嗯，好。同志们，我们现在来开第二次小组会。我们党领导的第一个斗争算是胜利了。从收尸到今天整整四天了，敌人还没有动静，看样子是过去了。我们讨论讨论，看看下一回该干什么。你们发言吧。要是能把马家辉抓到就好了。玉梅，我们动员爷爷他们半夜里摸到五羊镇去，这合适吗？你老是这合适吗？这合适吗？我是说，我说合适，爷爷他们准干。秀英，不能这样做，这样做我们就要犯左了。什么犯左了？我看你们是犯右了。我们应该再派一个人上东山去找党。我同意。那我去吧。玉梅，这可以给小妞做领子用。什么领子？这不是裤腰吗？你们在干什么呢？给小妞改套衣裳。小妞呢？跟土生玩呢。玉梅呀，昨儿我做个噩梦，可把我吓死了。又是梦见二姐夫了？你说他们不会出什么事儿吧？二姐，你怎么迷信起来了？秀英啊，你可别说，梦啊有时候可真灵。那是你白天想的太多了。你不想？我不。哼，结婚还不到两个月，丈夫就跟上红军走了，不想？你自己呢？慧珍，你想不想？我可真想啊。
明梅，你怎么到这儿来了？我找党。找党？嗯。哎，这不是魏政委吗？魏政委可找到你了。明梅。支部书记，是他杀死你的。嗨，不会，他怎么会杀死我呢？不是他杀死你的，他叛变了，他是叛徒。有个李玉梅住在这儿吗？李玉梅？这没什么李玉梅，没有。大嫂，没有。小陈儿，小陈儿，玉梅同志，她就是你二姐吧？啊，来吧。小陈儿，快坐下。你怎么找到这儿来了？玉梅啊，你是不是上过东山啊？二姐，你放心睡去吧。嗯。小陈，回去以后赶紧告诉魏政委，马家辉叛变了。我们知道了，这个坏蛋，他害得我们游击队损失一个班呢。怎么？嗨，你别提了。魏政委的信。玉梅同志，从红军撤走后，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，现派程不远同志与你联系，其努力恢复各村党组织，继续坚持革命斗争，此致不离为民。小陈，自从跟党断了关系，真不是滋味儿。哎，你还没吃饭吧？我给你弄点东西吃。妈妈，你怎么了？睡吧。真香啊！山上的同志们，好久都没尝到盐味儿，连山都快爬不动了。魏政委说，要是能找到你，叫你想办法一定给山上弄点盐去，三斤五斤，一斤半斤都行。村里的盐也有困难。好吧，我们一定想办法。可真没想到，还能见着你。好吧，我回去把你们党小组的情况都汇报给魏政委。我们把盐准备好，今天晚上你一定来取。嗯，魏政委的指示，以后再到你这儿来啊，要听你的安排。哎，小陈，你等一下。这是我的党费，你交给魏政委。魏政委没指示，我不能带。也好，那我就买点实用的东西吧。好吧。Yeah.
梅，二姐，二姐，这下我们可有办法了。玉梅呀、啊，我就搬到二叔公家去，不能跟你在一起住了。我先到秀英那儿去一趟，一会儿再说吧。妈，我要跟姨住。走吧。嗯。秀英，你不用上东山了。什么？党找到我们了？怎么回事啊？魏政委派小程来了。真的？真的。准了没有？没错，就是李玉梅。我倒想见见她。秀英，把这给二姐去，快！小娟，放下！谁让你吃的？别碰！小娟，别哭，这是妈妈拿去卖的，等卖了钱给你买糖吃啊！别哭。玉梅同志，你这就不对了。来，说说吧，说说吧。这咸菜就是要卖，自己孩子吃一个又怕什么？小陈，不能，你当真以为我要卖呀？这是我们三个人交的党费，他怎么能吃呢？就让孩子苦一点吧，只要有我们党，有我们红军，将来他们会好的。千难万难也差不了这么一点啊。小陈，玉梅，白军把村子包围了，要小心。你怎么忘了魏政委的指示？按地下工作纪律，你应该听我管。小陈，我的党队在你背后墙缝里。小陈，不管我出了什么事，你要把这筐的咸菜带走，这是我们党费。妈妈，小妞。小妞，小陈，我求你把小妞带到山上去，等将来红军打回来，好交给他爸爸。你们要干什么？你就是桃花乡的李玉梅。这里没什么李玉梅。嗯。要不要叫你们区委书记出来认一下？到底叫什么？你知道了还问什么？走。是。有什么好搜的？
那里边是什么？我的党费。党费，你要交到哪儿去？交给党。党在哪儿呢？不就站在你面前吗？上去看看。你怎么长大的？我先养在一个老乡家里的，后来小张叔叔把我送到新四军，他说你到文工团唱歌跳舞去吧，总有一天你爸爸会在台底下看到你的。小陈叔叔嘞？他在皖南事变的时候牺牲了。
小妞，你妈妈是我们党的好女儿。嗯。哎，二十多年了，我们有多少革命同志像你妈妈一样的流血牺牲？